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，Hello， 我是菲菲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青蛇和白蛇的甄嬛传，听说真的很妩媚哦，看谁受不了。三百几人开开灯下，丝丝不在。其实白雪风中穿龙凤悲宫中。哦天哪，我看到第一幕的时候，那个青蛇和白蛇的腰，哇，我都忍不住啊！只能说许仙真的是意外啊。我唯一的手段。就是乱了我，小七，不许回来！姐姐，你们在干嘛？哎呀，要我的眼神无法挪开。青蛇的眼神真的是，哇！要不想起张曼玉那个魅惑，真的是蛊惑你呀、啊！成年人真的是不做任何选择题的，因为我全都要。戴上浓妆，好戏开场。戴上悲欢，借我独吟唱。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一对的好吗？真的是许仙，走。青蛇和白蛇这么的迷人，要不咱们下次继续，明天是哪一天？加关注，我们下视频不见不散。